嘉宾以及与会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莅临2017第三届铁路便当节宣传记者会的现场。我们即将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记者会，在这里也竭诚的欢迎现场所有敬爱的嘉宾以及与会的媒体大哥大姐。我们其中是大人小孩、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的这款便当。那这款便当呢，我们这次特地也从日本空运来台，它的可爱包装。ぜひ私どもの中心にまたこの、駅弁相馬、今回私どもは4種類の駅弁をご用意しました。お客様に秩父の味噌豚丼を、ご賞味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由我们的しまなさん陈介烧烤青鱼爆寿司，这是我们非常有自信的一款美味，请你一起来感受。留下精彩的合影，有请局长，谢谢。好，下面也欢迎媒体朋友们呢，我们稍待也一起来捕捉这精彩的画面。